我是来自韩国的小西，今天也感谢大家来我的频道看我的影片。今天我要穿台湾高中的制服，我要穿学生制服出门，所以现在有点担心，很害羞。我要去在韩国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常常去的地方。那我先穿我朋友的制服，真。我现在穿完了，哦，이거의자위에올라가이렇게这样这样，我好像在台湾电影、台湾的电视剧上看过。여기가한국에서는라인이들어가있는데대만거는없어요오그래서너무편해요디자인이조금한국교복에비해서는단조로운느낌좀더심플한还有和日本的制服很像我觉得想着你只想着你未来过去我的周边很大了呀，你有钱吗？我们一起吃炒年糕吧。但是现在天气很冷，我穿这样出门，那我现在出门，拜拜。在韩国的时候，因为高中生的话没有那么多的钱，所以不能每天去咖啡厅花钱了，所以我们找这样的地方一起聊天，一起吃东西，有的时候吃炸鸡这样了。我现在穿学生制服，现在在公园，但是很可惜没有聊天的朋友。너무창피하니까도망가겠습니다물론나이랑얼굴은학생때로돌아가지못하지만학생때로돌아간것같아서기분이좋아요我要吃辣炒年糕，在韩国辣炒年糕的话，在路上或者很小的餐厅吃辣炒年糕，但是在台湾的话没有小的店，可能没有，所以我找有好吃的辣、有到底味道的辣炒年糕，来餐厅了，走吧走吧。来一半糖咯，哇，好久不见。이렇게
이렇게뚱뚱한이뭐라해야되지이런이런떡볶이가진짜그길거리에서먹을수있는떡볶이입니다길거리에파는떡볶이가진짜맛있거든요这个味道我在韩国的话辣炒年糕和有饭团一起吃了台湾也有饭团吧韩国的话圆圆的饭团一起吃了因为韩国的辣炒年糕比较辣所以和饭团吃的话很好吃在韩国有很多炒年糕店所以我们下课后和朋友们一起考虑了今天去哪吃炒年糕一起考虑了如果来这边吃辣炒年糕的话一定点这个蜜饭汤更好吃了我觉得간장을생소적어약간한국의떡볶이맛을느끼고싶을때여기와서떡볶이를자주먹어요사실여기가한식하는곳인데여기서떡볶이를먹고있는곳이에요韩国的话很多人知道韩国人很喜欢炸鸡炒年糕也是很多韩国人喜欢吃辣炒年糕有的人更喜欢辣炒年糕有的人更喜欢炸鸡이렇게밥하는곳이거든요원래이렇게밥을파는곳인데근데저는이맛있는수많은메뉴들떡볶이랑어묵탕을먹고있네요아무튼여기는밥파는곳입니다교복입고학생체험을하는거니까이런이런음식을먹도록할게요마지막한입다먹었어요因为我其实现在很害羞，快点走吧。저여기가잘보이네요이렇게뭔가통이커서편해요치마도통이진짜크고너무편합니다떡볶이를맛있게먹고요교복을입으면서옛날한국에있을때얘기를하니까정말그한국고등학교시절이정말그리워졌어요아무튼이렇게저에게촬영을허락해주신룰리어진크어사장님께감사드립니다하지만저는떡볶이도맛있긴한데만약에이곳에와서식사를하신다면솔직히떡볶이도진짜맛있긴한데김치찌개를더추천해드려요 김치찌개랑해물파전을더추천합니다배가좀안부르다아직더먹을수있다하면은떡볶이를추천합니다아무튼지금굉장히부끄러우니까얼른빨리나가보도록하겠습니다바이바이还有我想知道在台湾的话下课后去哪高中生、中学生下课后常常去哪？好像西门町里有很多学生。我本来打算穿制服去西门町，但是真的不敢去。我下次有机会的话，我去看看，我试试看。我要回家做作业，我要回家做作业。집가서밥먹어요